大家好，我是荒山亮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想去哪个国家玩。其实我最爱去的国家是泰国，因为泰国的天气很温暖，然后我喜欢比较热的地方，然后在那边的海边啊，然后就会感觉很 relax， 然后他吃的东西也很好吃，然后气氛整个我觉得观光的品质都还不错，所以还蛮喜欢去泰国，推荐给大家。